这首《济公活佛直训》调记南都夜曲，语记司徒和心，是在民国93年平山天元宫台语坛主班啊，2004年呐、啊，老师道坛批的一首台语的民谣，有五段啊，司徒和心。众生迷昧、啊、用台语先念了、啊。众生迷昧昧未上晚，同胞手足情一般。奉庙思念众愿离，灵书下凡会多人啊啊！用心修行付出无恩怨。众生迷昧还没有上法船，还没有登彼岸呐、啊。我们都是同胞手足啊，一母之子，一师之徒，这个感情呢，就是手足之情啊。皇母思念众元儿啊，所以令师安排命令老师济公老师下凡来绘图南啊啊，用心修行的付出啦、啊，无怨无言怨，就不会有怨天尤人的话语啦。第二段，世事变迁无停转，望道修行爱乃还。今天用心来成全，望你成长礼仪参啊啊！富贵礼节合福赞。时事的变迁是不停的转变呐、啊，希望徒儿修行呢、啊，要耐得住耐烦呐、啊，要耐得住各种啊这种各种。烦恼痛苦过程当中的这些承担、啊、要耐烦，就是的耐烦耐磨耐练、啊、前贤用心来成全我们，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成长，能够礼仪多加的参与研究啦。既然是坛主嘛，当然佛规礼节很重要啊啊啊，佛规礼节学好赞，就是学得很赞、啊、学得很好。第三段，你我有缘来聚会，共同学佛开心花，见面欢喜卖讲话，互相点头甲惊礼啊啊，有长清净福真济啊！你我有缘，大家才一起啊，才共在啊一个道场同修共伴来聚会。就是做伙伴呐、啊，啊，同修道伴呐、啊，共同来学佛，很欢喜呀、啊，啊，心中好像这个心花开了，心花朵朵开了啊。见面大家欢喜，但是佛规要守啊，也不能讲话，互相点头行个礼就可以了啊。佛堂很清净啊，仙佛很多啊，啊，无形看不到仙佛护坛呐。有形呢，大家每一尊也都是自信佛当家。第四段呢，风浪偌大我唔惊，船头岸定向前行。担住责任做端正，成功立业才会赢。啊啊，子孙代代照步行。在法船航行过程当中，就是在操办道务的过程当中。难免也会有风浪啦、啊，不管波浪多大，我们也不怕，把稳这个船头啊啊，勇敢向前走啊！坛主的责任要端正好自己啊，做好标杆榜样啊，行功立德才会赢啦、啊，不会输啦、啊，行功立德不会耽误我们啦、啊，唯有这个修道不误人啦、啊，而且呢啊，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，子孙一代一代。有上一代的好榜样，能够教保行，就依理而行、啊、第五段呢，端住责任，恁爱知，两工道理记心内，以心表道是人才，为师看到笑嗨嗨，啊啊，师徒学心拼将来。坛主的责任，我们身为坛主，要知道啊，这两天。台语坛主班两天的道理好好记在心里啊，我们要以身示道，以身来表道，这就是上天的好人才。老师看到我们都能够如理如法以身示道，老师看了笑嗨嗨啊，笑呵呵啊，
就非常的欢喜啊，师徒共办三朝普渡寿宴的大事，所以是要师徒核心努力来打拼将来啊。济公活佛慈训调济南都夜曲，语记师徒核心，台语歌用国语唱。众生迷昧，为伤难，同胞受阻，情一般，望母思念，中原儿临时下凡，回途难。用心修行，不住言缘，世事变迁，不转妄图修行，要耐烦，前线用心来成全，望你成长礼参，佛归礼节学无赞，你我有缘来做共同学佛，开心花见面欢喜，买江花故乡点头，家心里清净佛真多，风浪多大我不惊，船头安定向前行，探究责任最端正，尽功立德才会子孙代代照顾心。
坛主之人，人要知两天道理，即心内一生表达，世人才为是看着小孩孩啊心听将来，最公外父祖训调驾南都夜客，有驾师徒合心，众生妹妹未相还。东宝九九经一半，红庙思念将关帝，灵书下还回都南，用心修行，付出无恩怨，是世变迁，无天转，望多修行，爱乃还，真恨用心，那一生转，望你心中的遗产，富贵的这好赞，你我有缘来聚会，共同下苦开心会，见面欢喜卖公会，互相点头加行礼，灯渐渐付尽罪，红龙我大我不惊，尊头欢定向前行，大主接任
最端正，因公立着家营，子孙代代脚步行，大主接近忍耐在，两工道理记心内，一心表达心在，为师看到笑嗨嗨，师徒学心拼将来，